谢谢啊，嚯，可了不得了啊！递纸条的，哦，您帮我带过来的，嗯，谢谢。哎，嗯，哎呦，嗯嗯，人让咱们瞧瞧，那咱瞧瞧吧。可是咱俩不认字儿，我这带着字典呢。哦，嘿，嘿，向郭德纲同学特授予“帅郭”称号。嗯，谢谢吧。什么呀？哎呀，这个，这不像话呀！这，好吧，好吧，我再念一个啊。啊，向于谦同学特授予“龌龊鱼”称号。啊，蒙鱼啊，蒙鱼，给您送花的来了，于老师。哦，谢谢，可了不得了啊！谢谢，谢谢。哎呀，这个人是非得娶了咱俩算拉倒啊！谢谢，谢谢啊！老这么花钱，无以为报。嗯。这个条件一般，水平也有限，难得各位这么支持，这么鼓励，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一是好好的说相声，嗯，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嗯，刚才这段叫造厨，没错，说句良心话，也就是这个人敢这么说。哦，造厨是传统相声里边的代表作品，嗯嗯，好像我们流传的不是特别广远，嗯，因为它需要演员有高超的叙述能力，深厚的功底啊，要不然观众听不了。哎，这俩人一个叫郑好，一个叫侯震。是站桌子里边这个叫侯震，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对，哎，相声世家，哎，外边这个是我师弟，嗯，郑好，没错，东北相声名家王志涛先生的高足，嗯，听这名你就知道这是艺名，郑好啊，郑好，哦，本名叫喜定，哎，喜欢的喜，哦，哎，安定的定，啊，哦，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名字，嗯。因为那会儿家里边没孩子没儿子，嗯，哎呀，生一胖小子，他父亲开心了，嗯，家里这喜事儿算是定下来了，哎，吃了定心丸，哎，叫喜定，嗯，是，但是后来结婚之后，这个名字也带来很多的不便。这有什么不便呢？有时候他正好的媳妇儿一回家，一进门正好不在家，嗯，哦，老公爹在家呢，啊，公公，老爷子，啊，喜定呢？哎呵，不像话，老头听见都假装没听见啊。哎，没法接话儿，儿媳妇还问呢。啊，那是老爷子啊，正喜定呢。哎，这孩儿让儿媳妇看见了。哎，什么话这叫？多新鲜呢，非问辞是都不可。嗯，后来就改了个名，艺名叫郑好。哎，对，挺好啊。是，嗯，让他们两个人稍微休息一会儿。是啊，我们哥俩跟您接着聊。哎，每次一上场啊，都觉得对不起各位。嗯，买了票了。让您花钱，而且观众们还送花，是又花钱。嗯，我在北展这儿演这么些年，你知道门口好几家卖花的都供着我的神像。哎呀，拿您当祖师爷了。那，啊，这玩意儿互惠互利吧。哎，谁呀？让各位破费实在是不好意思。嗯啊，不过各位呢，也说明您是真喜欢相声。是啊，这个东西不是拿枪逼着去听相声去，嗯，没有。哎，发自内心愿意听，人家才来呢。自己来的嘛，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嗯，我们是爱说相声。嗯，要说不爱说相声，天天跟这儿也盯不下来。是啊，当然这是工作。嗯，工作之后也有各自的爱好。那当然，比如我看看书啊，写个字啊。哦，比如于老师回自己的马场是吧？玩一玩。哼，嗯，这话得赶紧接上，你知道吗？反正你很过分。哎，谁很过分？他有条件啊，刚才咱们也介绍，嗯，啊。是。种花啊，养鸟啊，哎，什么小动物啊，喝点酒啊，唱唱歌什么的，这叫爱好。还唱歌？那，啊，他跟我不一样，我爱唱戏，他爱唱歌。哦，不一样。啊，我没事看戏，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戏院，嗯，看看戏啊。哎，他没事是各大歌厅啊。我净逛歌厅，那能唱歌去啊？哦，练去。都认识北京城大小歌厅，谁不认识于谦啊？我老去，推门就进。哎，来俩，啊，嗯，来俩，过十八的不要。什么呀？这是果盘过十八块钱的不要。你以为呢？我以为啤酒呢。要不然就说茶蜜了吧？哎，这不一样了，不是？多危险呐！嗯，我也觉着后怕。是吗？嗯嗯。但是唱的确实是真好。哎，不敢。我有时候爱听他唱，有时候在后台没事来一个。啊。嗯，
别着急啊！今天演出结束之前，我一定会让于老师给大伙儿唱两句的。他得酝酿，他这人唱歌慢热。是，哎，劲头上来拦不住。嗯，在后台有时就是演出结束了，嗯，到后台归置东西该走了，他那儿高兴了，开始唱。在那菊花盛开的地方，在那菊花盛开的地方，对，嗯，有我可爱的家乡。哎啊，还嗯呢？我住裤衩里是怎么？胡给人改词儿，您这这么大岁数？废话，您唱错了。我不懂，我不会吗？不会，您单唱那唱对吧？还是您会唱，唱的也好。啊，发音吐字都很讲究。嗯，很好的利用自己的盆腔共鸣啊。盆腔共鸣，那叫什么？放屁呢？合着？哎呀。废话，唱歌有盆腔共鸣的吗？人唱歌都是嘛，共鸣嘛，盆腔共鸣嘛。我没听说过，唱歌共鸣，胸腔共鸣，头腔共鸣，没有盆腔共鸣啊？没有。我说你唱歌挺骚气的呢。哎，对，用不着那儿。没有啊？没有。唱的确实是好啊，嗯、不过咱实话实说啊，啊，咱俩这个岁数在台上一定要注意，嘴里得有把门的。那当然。是不是？我们俩差不了太多。嗯。他今年43了。对。我都31了。啊。所以说我们两个。先等会儿。您多大？别闹！谁跟你闹了？不是问清楚了吧？您我曾经31过，曾经31。嗯，你看我现在多大？您啊，您也就是40上下。嗯，没有了，没有了，没有喽。哟，你看，你看，多少多岁？有73，有84的啊。嗯，我不让你们说，我没问你们俩。啊，多大？哎，18。哎呦呵。3岁，哎呀，你等我尿你身一会儿啊！对，嗯，3岁没有了，没有了，40多都没有了吗？去你的吧！你刚不是说的吗？40，他说我40多了，嗯，40多都没有了，列位，真的，我都39了。哎，这还，那就还没到呢，那个、啊、还没不这么说啊？对呀、啊，不这么说，但是我很羡慕你，羡慕我什么呀？真说良心话啊，嗯，你看人家这个生活状态，嗯，就看整个人这个气质啊，我这个，你准比我活得长远，真是。是吗？真的啊！你不信，咱俩打个赌，怎么样？到时候你追悼会的时候，你看我怎么跟你道歉的。哎，谁先死啊？合着是，肯定是你啊！那错不了。那还状态好什么好啊？就是我这个，我现在说你，你都没死，这个状态很好。哎呀，我这气性也太大了，我这。好好说相声，这么多人喜欢咱啊！咱俩真死了，门口这几个卖花的怎么办？是吧？哎。有个念想，我们得考虑到别人的生存状态。是是是，包括中国说相声，咱们俩死了，对同行来说是个打击。那可他们不打架啊！这些年说句良心话，其实老百姓特别可爱。嗯，我说相声说了好几十年了，嗯，从来没有一个观众说郭德纲说相声说的这么差那么次，如何如何，没有。哦，就是都是同行。同行，郭德纲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不好。嗯，其实我也习惯了。是很正常，你这个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是啊，真的，你想这道理、嗯、你修自行车的他怎么能恨卖早点的呢？啊，这不挨着吗？是不是？对，拍电影的他能恨踢足球的吗？对吗？啊，不靠边。开歌厅的能恨于老师吗？是吧？那他恨我怎么还不走啊？这人我不一样、嗯、只有同行之间有利益之争，嗯，他才会恨。但是对我来说，我说句良心话，嗯嗯，其实我没有这么小心眼儿。哦，好多人还说你是不是有迫害妄想狂啊？啊老以为人家害你啊，人家没害你。我说兄弟，你不知道，嗯，害的时候也没通知你们。对，但是谁疼谁知道。哎，当事人知道啊。再一个，我心挺宽。哦，对我来说啊，老话说的，谁好谁带着。是，您趁8亿那是您的。对呀、啊，对不对？我吃窝头那是我的事儿，我能力不够，嗯、对不对？见有钱的，见有势的，我也没有上赶着如何如何。嗯，有的时候演出，人都快来快来快来，地方上首富来了。嚯、哦！我怎么了？嗯，我首富交多少钱？哎，嗨、啊哎，买房子不是我们这地儿的首富最有钱。嗯、人家趁3亿。哦，我说给我吗？不给，那我凭什么跟他客气？啊，这就不客气。他、啊、说给你呢，给了我是首富了，他得跟我客气。哎嗨、哎，啊，哎，对吧？合着没有您客气的时候。谁好就是谁的。哦、说相声也是如此，对不对？嗯啊，您大马金刀是您的事儿，是我能耐不济，我自个儿忍着就得了。长能耐就是谁好谁带着、嗯。我们同行不这么想，他们呢？他老憋着把我弄死。嚯、哦！其实他们也糊涂啊、嗯！我死了你也卖不出票去。实话，
真的，两回事儿，不是说我去世了你就相声艺术家了，你还是不会啊，对吧？老憋着我死，我真死了，这个行业就够呛了。也没办法，有的时候同行之间一探讨起来也挺可乐。是啊，你跟他说艺术吧，他跟你讲道德。哟，你跟他讲道德，他跟你说品味。嗯，你跟他说品味呢，他跟你说文化。嗯，你跟他说文化呢，他跟你说孔子。嚯，你跟他说孔子呢，他跟你说老子。你跟他说老子呢，他跟你装孙子。嘿哈，哎，净在这辈儿上绕了啊！好好练功，好好说相声，对得起买票的人比什么都强。实话，是不是啊？嗯，从小都练功，很枯燥，列位。对，练功有什么好玩的呀？嗯，早上起五六点钟起来，站那叨叨叨叨叨叨，一遍一遍的背。是，最没意思就这个，但是必须要有这一点。哎，得背。小的时候我们净是这个，一天到晚嘴里不闲着。包括大段的贯口了，包括小段的绕口令了，嘴里边老得叨叨着，都得有词儿。花200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胳膊胳膊吃豆，接着墙头扔出去，子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怎么着？死了。哎，嗯，这就是基本功。其实他也能管什么呀？啊，关键是顺嘴练的、就是，天天这出，唇齿喉舌牙这几个位置一定要调理顺当。没错，现在也说。说什么呀？不过再不说这200钱买小猪了，改了。你看，调理一下嘛。嗯，花200钱买一火箭，嚯，滋滋冒火，咕噜咕噜冒烟。嗯，顺着朝鲜扔去的子儿一声，你猜怎么着？嗯，掉了。200块钱买的，没法不掉下来。要不掉下来，应该是听他、哎、耳踢脚啊！啊，这叫什么实心的理念？哎，对，说相声60%的传统技巧，40%的实心理念、哎，再加上个人的天赋和你的努力，揉在一起、你才能说好相声，跟上时代。好多人看清楚我们这，哎呀，你们这没什么，有嘴就能说，是有嘴就能说，但是说好不容易。对，说良心话，就跟郭麒麟似的，郭麒麟问我，你看我打算干点什么好啊？那会儿还上学呢，我说你说呢？他说我想了想，我想当个厨师。哦，厨子。我说什么好处？想吃什么炒什么。嗨，我说哪家饭店老板疯了心了，请你啊？嗯，这厨子跟后边想吃什么弄什么，不是你吃，是给人家做。哦，那算了。嗨，想错了啊！后来有段时间，我们街坊有一钢琴家，老劝让孩子练钢琴，他那手指头长，郭麒麟手指头长。哦，啊，我说愿意吗？愿意，带他出去看钢琴去了。嗯，10万、20万、40万、50万都看完了。嗯，我给他买个哨回来。哎，哨。吹的那哨啊！我儿子带着钢琴走学累，你来这个一出胡同一叫上这个狗都跟着你走，知道吗？哎，好嘛，省事。后来就学了相声，嗯，倒不是说舍不得钱，关键是自己的孩子自己知道。嗯，您记住了，望子成龙的家长几乎都不是龙。嗯啊，我自己儿子我知道，我希望他有一手艺就是了。嗯啊，你不能说攥着仨文凭跟家里待着挨饿，这个咱犯不上。是，有人说了，说相声都没文化，没有文凭，列位。我们拼的是文化，不是拼的文凭。文凭在人生中是火车票，这怎么讲呢？火车开了，呼，一帮人上火车了啊！啊，文凭是火车票。嗯、北大的、清华的，好比就是软卧呀、一等座。哦，啊，什么专科、本科呢？那就是什么硬卧、软卧呗、哦，是吧？民办的呢，就是站票。哦，成教呢？成教就是厕所忍着。哎呵，哪儿都有人。火车到站了，下车找工作去。是，人家招工的老板，人家关心你多大能力会干什么。嗯，人家没问你是坐什么座来的。但好多家长都糊涂，我儿子有10个文凭，跟家待业，我踏实，这是自私。你没为孩子着想，为的是你着想啊。吹去。他为了跟街坊说话，我们孩子10个文凭。嗯，现在干嘛了？跟屋饿着呢。哎嗨。但这个短期内10年20年，老百姓这脑子转不过来。嗯，谁转着前面，谁家孩子反正能。活得舒服一点，哎，他得意、啊，这个没有办法，咱们得多看书，咱得开通一下。尤其艺人拼到最后，说句良心话，嗯，拼的就是文化，对，其他东西都是肤浅的，嗯，过去之后拼的是文化底蕴，没错。而且相声不是一成不变的呀，啊，也变通。有人说了，传统相声死了，不能再说了，它脱离时代。嗯，我说你证据在哪儿？我听谁谁谁那个录音呢、啊？现在一点都不挨着。我说你听的是1947年的录音，嗯，在当时它是时尚的。你今天拿当时的录音来比较，说明你落伍了，对不对啊？相声并无罪，罪就罪在说相声人身上了。对，好多节目其实现在依然能拿出来使，拿出来照样说呀，对不对？你包括有一节目，嗯，得调不调不行了。怎么？就是说相声，你可能不会，反正说相声是人就会，是人就会啊。那我不是人是怎么着？
这叫怎么说话？你说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啊，说那个碰你蛤蟆啊，蛤蟆叫的倍儿厉害，呱呱呱呱，为什么蛤蟆叫的这么大声音呢？啊，就这个啊，这你会吗？这咱们传统的节目叫蛤蟆鼓，蛤蟆鼓跟铃铛谱是一个作品，哎，前半拉是前半拉啊，嗯，蛤蟆蛤蟆，为什么？怎么您为什么您不会合着？我怎么我就跟你探讨吗？探讨这有什么？这有什么可探讨的？您就告诉我蛤蟆为什么能叫这么大声音？因为嘴大脖子粗肚子大，所以叫唤声就大。一点都不讲理。怎么了？现在说出来这句叫不讲理。怎么不讲理了？嘴大。对啊，那口大。对啊，脖子还憨，叫出来声就大。是啊，我们家那抽水马桶那口小吗？不小吧？看谁做。你这你们家的抽水，你们家不用这，你们家蹲菜地呢。哎，马桶怎么不叫唤？废话，马桶有叫唤的吗？啊，马桶，对啊，马桶它里边有水啊。听着像人话吗？有水就不响，有水它就不叫唤，不但不叫唤，连响都不响啊，不响。对了，水壶，铝壶装上水，坐炉子上，呜，响不响？水壶那水它是包起来的，你知道吗？水给它包起来，那它就响。水包起来就响。对了，膀胱。对吧？咱讲个找的，你对吗？碎泡是吧？碎泡，俗名，俗名，耶，对吧？艺名膀胱。你想吗？你来，你想，不是？你看，想吗？我想吗？一句话就问住了。废话，没听。膀胱，膀胱，肉的呀，肉的，它就不想啊。啊，肉的，对啊，小笼包，小笼包响，小笼包带汁的，一咬，呲一声啊。要喷到对过脸上，对过还出事呢。哎呦，哎呵，两响，跟朝鲜那二踢脚似的。没听说过啊，小笼包那叫响，小笼包响，那它有馅儿，哦，有馅儿就能响，有馅儿就响。对呀，啊，豆沙包响吗？豆沙的，豆沙里边是豆子呀。哦，豆子是豆子，就不响，啊，豆子不响。对，来口的豆子到地上，哇，响不响？那不是你得拿口袋吗？哦，有口袋。就响。哦，来口的棉花到地下响吗？白的不响。哎，人家这玩意讲理啊。那可不是吗？棉花白的，白的不响。不响，冻豆腐扔铁锅盖上怎么找的？这是当当的。废话，冻铁锅盖。对啊，对，铁的呀，它是，它就响啊。铁的响。对啊。哦，配电柜响吗？配电柜里边它不是得有电线吗？哦，它有电线就不响。电吉他有线。您这不是抬杠吗？抬杠，抬杠比打翻挣得多。不是您这说话好好说。咱说事儿，咱别谁跟你说。你才你瞪眼了。不是瞪眼，不瞪眼。这你有病啊。不是你有药啊。你有病啊。你有药啊？你吃多少？你给多少？你吃多少有多少？你有多少我吃多少？有你未必敢吃。什么药啊？胶囊。哎，不吃。这玩意儿它全能想起来，你就要不来只皮鞋尝尝？算了吧，算了吧，对吧？咱们这得讲理啊，光抬杠不管用。这还讲理呢，对对，没事多看书啊，知道吗？我现在没事我净看书来着。你那当然，古今中外，不管中国书外国书全看。嚯，你看看博览群书。那不敢这么说，努力呗。嘿，对吗？中国这些字从甲骨文引申开始，啊，大篆小篆，啊，什么叫真书隶书草书，嗯，对吗？咱都得瞧中国字讲理，外国字论情。哎，您这个总结的是什么意思？中国字是最讲理的了啊，劳动中来，每一个字都有它的含义。哦，举一个字啊，嗯，这个字念门栓的栓，一个大门的门里边横一根棍儿，这字念栓。对呀，啊，门栓的是对。怎么讲理？一个大门搁上一根棍儿，把门栓住了。哦，这叫门栓的栓。象形字。一个大门里边一个耳朵的耳，这字念闻。嗯，听见的意思。对，讲理。哦，一个大门里边一个人，嗯，这字念闪。是啊，门口有一人一闪，哦，闪开了。哎，一个大门的门里边站个于谦，这是，这字念抓阄的阄。哎，
你才是那故意呢，你。这我差点又给绕进去，你。这是长寿的意思。这别捡好听的说了，长寿的意思。中国字，外国字我也没少看。外国。哎，各种外国话，我差一点我就懂了。哎，还是没懂啊呢。不是懂不懂？全懂不可能，皮毛。英国话。英国话懂点。哎，韩国话。哦，韩语也懂。哎，日本话。啊，离咱们很近。哎，嗯。华国话。哎。不是什么的呢？华国话。不是人话，不是这。那个。华国话。华国华国话。还华国话，你先把话说清楚了。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什么什么？法国话。法国话。法国话。法话。哎，你再来一遍，你再来一遍。我来一遍管什么？我是你会成功的，来。哎，好，合着是我说错了，法国话。好，成功。哎，这，我别学了，我学会你着急啊。我着急。我研究了一下啊，各国语言确实很有特点，是语法不一样，语境不一样，语气不一样。你比如说英语，英语怎么？英语的语法很硬，是吗？英国是一个很绅士的国家啊，对，人们也很古板。所以他的语气、他的表情和他的语言呢，他不一样，很僵直。哎，对对对，举个例子啊，啊，怎么有一个字啊？嗯，就咱们说不行，这件不行，人英国就 no， 啊，就是不行，叫不行 no no no。你看，比如说你要站在一个英国人的角度来说这话，嗯，情绪不一样。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就好比说吧，嗯，好比说咱俩人怎么了？好吧，你就是英国的王子，哟，好吗？我王子，你是英国的菲利普王子。我做冰箱的，合着是，啊、不是那个你们对不起那个那叫什么那个菲利凤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就是啊那个戴安娜那个查尔斯王子啊对戴安娜没死的那个爷们儿那个什么话您这不是这还学英国人呢您这戴安娜不是跟那个跟他那棒尖不怼死了吗是吧哪儿啊啊哪儿您说的都下三滥的事儿您。这咱们正在探讨王室的事儿，你没对呀、啊？你就说、就是、查尔斯王子，就是查尔斯王子，就是他没死，对、啊，他的英名叫差一点死是吧？哎，嗨，查尔斯但是没死，哎，就是没死。你就是好比说你现在就是王子，我就是查尔斯，哎，你就是查尔斯，嗯、我呢就是这个，我是伊丽莎白的老伴儿，好吧？您先等会儿吧，我这不是王子，我是儿子。查尔斯儿子没听说过还占便宜都上英国了一点意思都没有啊怎么了一点到哪儿我都揪心担心你好没有吃没吃饭呢喝水没有 啊过马路有没有车我老揪心你甭揪心了你甭揪心我倒想揪回心呢嗯行那就你就是王子了我王子可以我现在等于我什么职务都没有啊因为我把江山呢托付给我太太知道吗、哎、还是这位我是我不是吧我肯定不是我现在等于退位了哎好好吗您就爱是谁是谁 我就好比我是王宫里的厨子了，行吧、哦？厨子了，哎，我厨子、哦，好吧？我是厨子，我是小姐，皇宫，哎，啊，好吧，就是我跟您汇报工作吧，啊、哦，好吧，嗯，汇报工作，给王子安排早饭什么的，好，王子这是刚起，哦，刚起，我就赶紧进来伺候您呢，嗯，把这个门打开了，嗯、把帘打开，是，把炉子封上，把您那住哪儿了？这是，查尔斯王子还捅炉子呢。对，我不懂，没在皇宫待过。你再让王子中了煤气，你知道吗？所以进来先开门嘛。好嘛，放放煤气，开门通通风，把窗户打开了，啊、是吧？给被窝给您撩开了。我那我再冻着。我、哎、这有暖气，有暖气片。哦。外边烧着那个土暖气。有。哎、还得土暖气。王子跟那躺着呢。啊。我给您周起来。嗯。穿上裤衩给您穿。哎呦，光着呢。裸睡吗？嗨、哎，那我用你干嘛？我这生活不能自理了，这是。身份有身份啊王子跟着这光着呢正光着呢这什么身份穿上跨栏背心好家伙穿上裤衩我这要上鸟市我这穿上秋裤哎好哎一点一点来穿袜子把秋裤塞到袜子里边还是病人呢我一点都不能干自个暖和暖和穿着一只好不好、啊、是穿着啊、嗯、扶您起来啊，扶我起来，扶您起来，是扶着床边，先给擦擦嘴啊，擦擦脸啊，哎，半身不遂了，我这没汇报身份，你怎么一点不像王子样呢？我这不是能像王子样吗？说这个意思啊，啊，就是关键看您最后说 no， 哦，就有这一句，哎，对了，哎，前面都铺垫，好，都是铺垫、啊，我是那厨师啊，哎，您姐师傅啊，嗯嗯嗯。
解释。哎，我王子伺候王子。好，哎，嗯，尊敬的王八殿下，王八殿下，不是，你这玩意儿，王什么？王子，王子，王子殿下。哎，天不早了，不插门，该出去奔奔去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嗯，就是、这胡同串子来了，这是。您早饭都给您预备差不多了。哎啊，有豆汁焦圈啊，有猪大肠刺身。嚯啊！待会儿您还要视察北京德云社三里屯小剧场。哎呦啊！另外报告王子一个喜讯，怎么着？王妃已经成功的加入了天上人间。我的妈呀！王子表态，我表王子表态，我还表态。嗯、哦我啊那、嗯、no， 王子没意思，他自己去。没听说过，上那儿干嘛去？你看，就这最后这一下啊啊，看出来了，你这血统很纯正。啊，血统很纯正，有皇家的这个意思，口语很纯正，哎，很好，绝对看着皇家风范，哎 ，no， 这都没少吃皇家狗粮，这都是，哎，这好嘛，是吧？哎，我吃那玩意儿长起来，状态就不一样，嗯，你要到韩国就不一样了，韩国怎么样？韩国说这 no 不要，停止，嗯、不说 no， 那说那阿尼，叫阿尼，阿尼，哎，或者西了，哦，西了，这都是不的意思，阿尼，哎，阿尼，阿尼会说吧？阿尼可以，你现在就是一韩国的王子。韩国也有王子，哎，对对，韩国王子殿下，朴义生先生，我这一辈子合着没闲着，嗯，我是您的翻译，这还用翻译呢？我原来是伺候老皇上的，啊、哦，哎呀，老皇上叫朴仁勇，哎，我们爷俩都一个爱好，你叫朴义生。嗯，好吧，就行啊。今天王子殿下光临北京德云社吧？怎么全上德云社来？别处我也不认识啊。哎，对，就德云社。就是，然后你给大伙儿讲话、嗯，看看王子这个状态。我讲。哎，对对，到韩国话，我是翻译啊。就我不是不是那个意思，就感觉出您那个皇家那个气氛就可以啊。就有那韩国哎就可以那个意思啊。好，大家安静。尊敬的王子殿下，朴义生先生，别提这名字了，行吗？咱们。今天终于从首尔来到了北京天桥地区，嗯，啊，请王子殿下训话。讲古人，讲古人。完了，哦，王子说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北京，啊，他今天看了德云社的五个小剧场，其中包括天桥、三里屯、张一元，以及大石烂啊，还有湖广会馆。他认为演员表演非常的精彩，个别的年轻演员的技巧有待提高，他是这么说的。德云社是真真正正的弘扬民族文化，振兴相声艺术，在此他代表韩氏啊所有的皇室成员向大家表示感谢，也祝今天在座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阖家欢乐，万事如意。我们请殿下继续训话。我后边还说什么呀？我说那么多了吗？刚才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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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殿下说谢谢，完了，我白费劲了，哥。这韩国话真好学，我这语言太啰嗦了吧，我这。好，那么最后啊，尊敬的韩国殿下朴义生先生，哎，要自杀啊，请大家上演。哎，这个阿尼，这句听懂了啊。哎，对。这个我看您对韩语不是特别熟悉，哎，这我这就够不错的，得亏有我这个翻译啊。您呐，嗯，其实日语也有不，日语也有这个，经常看日本爱情动作片的朋友们，哎，日语也有不要有这意思，嗯，他说什么叫ヤマデ，怎么着ヤマデ。哦，亚麻的，哎，对对对对对，哦，我们学习一下吧，好吧？
哦，好啊，好啊，好不好？嗯，现在我们的身份转换了，怎么个意思？您不是日本的什么皇太子了？哦，那我是。您是咱俩人身份，现在咱俩是一对恋人。哦，你是日本电影界的一个著名女演员。我叫你叫苍井玛利亚。我一人盯俩呀。我是一个日本的乡村小正太。什么名字这是？这人太不好找了，乡村小正太。嗯，在城乡结合部发展这么一个企业家。好家伙，夜深人静，咱们两个人来洗温泉。哦，好不好？可以。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找个合适的机会把那句不要说出来。哦，你准行。我对我自己也有信心。来吗？可以啊。好啊，来。这个你要干嘛？你要干嘛？我热。你热你再记着扣吧。啊，好，嗯，开始了啊。日本著名的温泉，哦，洗温泉，哎，叫德云大澡堂，也没去过别的地方。哎，夜深人静，哦，晚上咱们两个人来了。哦啊，这个新买的保时捷，嘿，好车啊，也不敢开得太快。哦啊，太快了怕生命有危险。是，哎，到这儿先把保时捷呢先放在边上。哎啊，我把右脚的保时捷拿起来。左脚的我也摘下来，皮鞋呀是怎么？拖鞋上面画着保时捷的标，嗨，不怎么样。哎，没了。好，哦，花姑娘，什么味儿？这是，这是日本话吗？哟西。哦哦，哎，很高兴。是，我们两个人得洗澡得干活。啊，这倒是听明白了。嗯，啊，这个我有三个女朋友。嗯，一个普通的，一个文艺的，一个你这样子的。哎，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个洗澡吧？啊，洗澡得干活。来脱吧。哎，那也没的，也没什么乱七八糟。我说咱别胡来成不成？这是你准有日本血统，你才有呢。啊，我看你眼睛里有那个回家的感觉。没听说过。嗯。这学点皮毛，啊，这还皮毛呢？学点皮毛，因为对这个我们不是特别了解，是吗？但你要说看看书啊，中国的古典名著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哎，咱们说点中国，是不是？嗯，咱们有四大文学名著，哦，《三国》《水浒》《红楼梦》《推游记》。哎，《推游记》叫什么？《推游记》像话吗？叫什么？《西游记》。我刚才说什么了？您说推游啊？我的天哪，我都想了些什么？谁知道你都想了些什么？哎，行，《西游记》《三国演义》嗯，《水浒传》《红楼梦》哎，《藏秘西游》哎，《藏秘西游》有吗？《藏秘牌友》《藏秘牌友》嗯，你说的不是哎，这叫名著，不是我那个啊，哪不是您那个，哦，就叫《西游记》。好吧，好吧，好吧，嗯，《西游记》啊，四本书都看过吧？都看过呀，《红楼梦》我没看过，是吗？那会儿看着说，嫂子老拦着我，我媳妇儿，她媳妇儿拦着，亚麻爹，哎哎，别看，没听说过。我还纳闷，我说怎么嫂子怎么不是？他是我一直在想，这个书写男人写女人的书好不了，不好看。但是我也在写，根据我们工作单位的经历，嗯，我写了本《青楼梦》。哎，《青楼梦》，到时候咱别胡说八道，成不成？所以到现在我没看《红楼梦》，就不让你看了。但是那三本我都熟，哦，都看过，《三国演义》。嗯，刘备、关羽、张飞拯救天下苍生，乌牛伯马祭地天，一个地头磕好了。嗯，哥几个要打仗。啊，拜把子！哎，但是不是说一起来，咱们哥仨就成立个蜀国？不是，哪儿那么快？那是后来的事儿。是，刚开始一磕头站起来，哥仨也商量。嗯，刘备、关羽、张飞。嗯，咱们仨得成立个社团呐，是吧？嗯，成立一个社团，叫什么呢？嗯，我叫义德，你叫玄德。嗯，他叫云长，咱们摘俩德字，摘云字。哦，咱们叫德云社。哎，这好。打那时候就有德云社，今天准备纪念德云社建设好几千年。哎嚯，没听说。还有个军师诸葛亮，啊，诸葛亮，哎呀，神仙一般。哎，啊，虽然说是个文官，但是打仗的时候冲锋陷阵，赶在头里边，足智多谋，坐了四轮车，对，羽扇轻摇，哎，四轮车风驰电掣，唰，冲在最前边，士兵们都跟着上，一战告捷，真好。军师回来也不开心，是吗？这刹车有人管没人管？哎，没修过，停不住才冲出去的是吗？太危险了！好家伙，实际上没打算这么干。嗯，三国啊，嗯，这个《水浒》大家也都熟悉，《水浒》《水浒传》啊，才子，尤其是舒胆两个人物，
男女主人公，潘金莲呐，跟这个西门大官人，这是《水浒传》的俩人物，啊，我看通篇都是这两个人。您看的那叫《金瓶梅》，知道吗？梅不是《水浒传》，我又看错了，可不是看错了吗？《水浒》我也看过，《108将》嘛，这就对了。但是潘金莲和西门庆这段爱情故事不得不提。啊，那是有一笔，没有他就没有武松，也没有后面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是是是，啊，这两个人，潘金莲跟武大郎，是大学的两个同学啊，大学两个大学生嘛，哪儿有大学生？不是一个学校，但是俩大学生。哪儿写的有俩大学生？你看这个南方是武大的，什么武大？你看看，都喊武大，是不是喊的武大？是喊武大，武汉大学的，没听说武大，武汉大学是武大的，对了，那武大的是武大郎那么个武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潘金莲也是大学生，潘金波大的啊，没听说过，不是您按身材领大学是怎么？宁波大学的，哪儿有？没有，两个人一块过日子挺好。后来西门大官人觉着更好，哦，就把这墙角给挖过来了，挖墙角了。后来才出了这么多事儿。但实际上就是中西方文化差异问题，这是怎么？如果换一个位置的话，这俩人不会万古的唾骂，是吗？你看，比如说给这俩人换个地儿，换哪儿啊？换到泰坦尼克号上，这就好了，就没事儿。怎么见得？泰坦尼克号跟这故事一样啊，是吗？对吧？那女的叫肉丝儿，对不对？肉丝儿，肉丝，男的是捷克大官人啊，捷克大官人啊，人家这肉丝儿有本家啊。啊，什么词儿这是？有男朋友啊？这杰克就不讲究了。是，老话说得好，人家这个有主的干粮不能碰。哪儿的老话啊？他愣给人呛过来了。嗯，到最后遭报应，这船沉了。哦，这船沉了是报应。你看，当然死之前杰克也很难过。哦，杰克大官人啊，嗯嗯嗯，肉丝儿你跑吧，啊，你走吧，你逃到中国去，哎呦，最好嫁到四川。干嘛？嫁给一个叫鱼香的人。鱼香肉丝啊，这是。但是我们那儿可没有肉丝，只有胡萝卜丝。哎，对，那就是死了，啊，你就会好的啊。嗯，但是难道说这是老天惩罚我，上帝惩罚我吗？啊，上帝啊，我是不应该敲人墙角。是，但是这一船的人受我的连累啊。哎呀，上帝也说话了。嗯，凑一船人容易吗？哎，好嘛，啊，这一船没好东西合着啊。后来不就沉了吗？是不是？这么回事。中西方文化差异问题。啊，故事一样。啊，但是说大伙儿都喜欢看的就是《西游记》。哎，那好，《西游记》我从头到尾研究过，嗯，各式各样的人，不管是神仙还是凡人，都挺值得一说。啊，那您说说，有一个大骗子，谁呀？玉皇大帝，我头回听说啊。你看，玉皇大帝是大骗子。玉皇大帝不是玉皇大帝，他只是玉皇大帝。我，您这不是人话了，知道吗？怎么叫不是？只是，你看，人家告诉你了，我不是玉皇大帝。那他是谁？我是玉皇的大弟弟。玉皇的大弟弟，哎，玉皇俩弟弟，一大弟弟一小弟弟，你给分析一下。我分析不了您这玩意儿，这怎么叫大弟弟？他是只是玉皇的弟弟，而且是大弟弟。哦，哎，所以是个骗子。哦哦，哎，他就不是孙悟空。孙悟空彻头彻尾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孙悟空还是很单纯的人？太单纯了。哪篇章写的？说明他确实是个猴，没有人的这种。你看呀，看守蟠桃园，嗯，都是各种蟠桃，他跟这待着。是来七个仙女摘桃子呀，挎着篮子摘桃。是他这一喊定，这七个仙女全定住了，不动了。孙悟空竟然去摘桃去了，猴就是猴啊！要是换你呢，我得拿个篮子。对。哎，你看这事儿又悬，多危险是吧？哎，对，拿着篮子去，那当然了。哦，所以说他单纯啊，就猴就是猴。哎，当然还有如来佛，如来佛又怎么了？《西游记》里边手最脏的人，怎么脏？他那手上有孙悟空的尿。哦，在五指山撒。所以如来从来不跟别人握手。哦，一见面都这样，有尿。哎，这是这话，啊，是说的有尿吗？有尿。哎，哦，还有最善良的人就是观音菩萨。那倒是有求必应，没错，无论你说什么事他都答应。怎么叫答应？有一个手势叫欧拉。哎嗨，哦，这是欧欧拉，欧拉。哦，哎，还得服的东北人。嗯，沈阳那边过来的，欧拉啊。
整个这个西游记里边其实最不容易是唐僧。怎么了？本来是个神仙金蝉子嘛。对呀、啊、结果后来改了凡人了，转世投胎啊，还得西天取经。是这趟不容易啊，九九八十一难，净妖精惦着他呢。对，吃一口长生不老。哎，妖精不惦着，妖精媳妇也惦着，都惦记。你看看这有一个黄袍怪，有印象吗？哎，知道。黄袍怪的媳妇儿是凡人啊。嗯啊，宝象国的公主嘛。是得病了非得吃唐僧肉。哎啊，妖精来逮了没逮着。嗯，孙悟空拔根毛变了七个唐僧。哦，妖精弄回去了。哦，太太把这七个吃了病就好了。呵，公主纳闷儿、嗯、吃一个就好，怎么七个呀？对呀、啊、七个一疗程。哎，没听说了，唐僧也按疗程吃啊。另外啊，另外从那个西游记里边也感受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您又怎么想的？有这么一个人叫铁扇公主，你知道吧？啊，知道。她待在什么地儿？待在什么地儿？你看火焰山。对呀、啊、火焰山哪来的？嗯，孙悟空出八卦炉的时候，八卦炉底下掉一块砖来，耐火砖，这块砖烧得通红，掉到地上成为了火焰山。对了，老百姓民不聊生，得去求这公主。嗯，铁扇公主吐出一芭蕉叶、嗯、扇几下，三年就不着火了，没火了，种菜种粮食能活命。嗯，得给钱，得给上供。是啊，你想这个砖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炉底下出来的。对，芭蕉叶这扇子是太上老君撅起来送给铁扇公主的。是，他为什么这么安排？您接着分析分析。你看看，嗯，你太单纯了。我也摘桃去了。哎，那砖也是太上老君给的，是对吧？啊，那扇子也是太上老君给的。对对对，他对铁扇公主实在是太好了。哦，那个牛魔王为什么常年不回家住？对吧？他在外边有丹有洞府。对呀、啊，跟一狐狸精，对不对？对呀、啊，对呀、啊。嗯、啊，还有一个，这红孩是他们俩的孩子。对，红孩会三昧真火呀。是，可是他爸爸牛魔王不会。哎嘿嘿啊啊！接着说，接着说，不能再说，再说就奔《金瓶梅》那儿发展。不是，那您得说清楚了。反正这个事儿值得一提。啊，有怀疑的地方。嗯、有怀疑的地方，红孩、嗯、红孩、嗯、因为铁扇公主小名叫小红，叫小红。哎，还有个外国名叫 Rose。哎，好。太上老君得道之前叫 Jack。啊，叫杰克。哎，啊、哦，所以说要是把铁扇公主跟太上老君搁在泰坦尼克号上，哦，我估计是伟大的爱情。哎，好，他们俩倒伟大爱情了。当然了、嗯，整部书还是以取经作为了最后的目的，这是主线。到最后取经回来，唐王李世民很开心呢、啊。嗯嗯，啊，在法华寺高搭法台，嗯，文武群臣跟底下坐着，是李世民正当中、嗯，请唐三藏上台给大伙儿念念这经，讲经。师徒四个人站好了，是唐僧念，嗯，哎。头一天来到鬼门鬼门关，鬼门鬼门关，来到鬼门，哎，哭儿连连哎，哭噜哎，这正念着呢。啊，李世民过去，啪，给袋儿贴子，给嘴巴。你给我说实话啊，这些年年年拿着我工资，你们上雷音寺了吗？啊，你们是不是上德云社倒腾票去了？嗨，啊啊，哦，上德云社听相声去了。赶紧赶紧喊武将，给这四个人全杀了。哦，宰了，唐僧都吓坏了。是啊，这时候猪八戒站起来说句话，大伙儿都乐了。他说什么？亚麻地，谢谢，谢谢啊！哎呦嚯，可了不得，谢谢啊！谢谢啊！这花都快把于老师挡上了啊！谢谢吧，刚才是烧饼和曹鹤阳，这个烧饼从小就这么大的孩子。到东北到北京来，父母带着他找我学相声。是为什么叫烧饼呢？你小的时候小圆脸，长一脸雀斑、嗯、我说这孩子长得跟烧饼似的啊，打那起就落这么一小外号，是谁看谁觉得很亲切很妥帖，嗯，于是叫烧饼。其实在我徒弟里边呢也排着字儿，大伙儿都知道我徒弟有云字的鹤字的啊，他的艺名叫朱云峰，对，本名叫朱剑峰啊，朱见了都疯、嗯，你琢磨你活了活不了啊。那俩人下去休息一会儿，嗯，又到我们两个人了，又来了。刚才在后台特别的感慨，嗯，孩子们都长大了，嗯、我们也都这岁数了、嗯、啊，这都是濒临灭亡了，这都谁呀、啊？我怎么就濒临灭亡了？我可希望您千千万万别死，谢谢您吧，真的啊，嗯，好好的多活些年，哎，好好给大伙儿说相声，应该的。您要说两句话，有个三长两短，就把我坑了啊啊，没了一个好老师，
哎呦，您客气，真的，跟您没法比。怎么呢？说一句俗话，我要跟您比，嗯，就好比是王先生和玉先生比。这话怎么讲？我比您差一点儿。你瞧这个比喻，这是老话。别这么说啊！我要跟您比啊，我好比马先生跟冯先生比。这是，我差两点儿。那我跟您就是王先生碰见汪先生，差三点儿。我跟您，我就是能先生碰上熊先生，这是差四点儿。我跟您比，我就是王先生碰见汪太太了，这怎么意思？差五点儿。我跟您比，我就是王先生碰上王麻子了，我这是就数不过来多少点儿了。我跟您比，就是王先生碰见王麻子带着汪太太和熊太太啊，后边跟俩孩子，一叫天牌，一叫九饼。嚯，一个一脸雀斑，一个出疹子啊，一个包石榴，一个吃的芝麻烧饼，后边还跟着一斑点狗，狗嘴里叼着半个切开的火龙果。嚯，好家伙，这是多少了？太数不过来了，这个。哎，愿意跟您在一起，谢谢您。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这话怎么讲？这是老话。嗯、鸟随鸾凤飞腾远。嗯，天下有很多的鸟。哦，民间传说，百鸟都要去西天参拜如来佛，去朝圣。您好比就是一只凤凰。呵，还凤凰？二八加重啊，自行车。怎么还二八加重？我也不知怎么形容。百鸟之王凤凰。对。你要想去参拜如来，想去西天很方便，咋翅膀打开了几丈长，哦，哭嚓哭嚓你就上西天了。哎，我是拉稀拉死的，这个不是，我不会形容了，没有这声儿，说这个意思。嗯，我跟您比不了。您呢？我是一只小麻雀。哦，小鸟，翅膀打开了就这么大。哦，我要想上如来那儿去，这得什么时候能到啊？太难了，就得沾您点光。怎么沾光？站在您的后背上。嗯，你打开翅膀。哦，我站你背上，我也打开翅膀。嗯，泰坦尼克号嘛，这不是。咱俩人就上西天了。哎，对，船就沉了。就跟您一块儿去参拜佛祖。哦，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人一定要找贤良的人作为伙伴。哦，为什么和您在一起？您看，您就是贤良。您过奖。贤妻良母。啊，我能是贤妻良母？您是好样的。您捧了。真正交朋友可有讲究。是吗？哎，讲究是一跪一见交情乃现，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哦，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哟，您得细讲一讲。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可以。一跪一见交情乃现，这句是说两个人交朋友，但两个人的身份很悬殊。哦，一个很高贵，一个很卑微。嗯，比如说咱们两个人。嗯，您很高贵，是我非常的卑微，不一样。您高的不能再高了，怎么高啊？您在33层天上头，凌霄宝殿的尖上扶着避雷针站着。我这找雷劈呢，我这。我在18层地狱的下边啊，阴曹地府的底下有一个煤窑，我在煤窑里边挖下水道。好家伙，不能再低了，不能再高，不能再低。嗯，这是一个形容词，就这么比喻啊。好比说我就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人啊，上有老，下有小，嗯，自己没有能耐，哦，身体又不好，有心死，但是家里边这么些人了，我还得出去挣钱给他们去奔饭去，还得吃饭，惨之极呀。哦，十冬腊月，大雪纷飞，外边雨夹着雪，刮着风，嗯，我身上穿着塑料的一个背心，嗯，还不如不穿呢。这个夹着一个包，里边装的是晚报，哦，卖报，上街卖报纸，挣点零钱养家糊口。哦，顺着街上一走啊，这个风搅雪打在身上跟刀子似的啊，回头看万家灯火，车水马龙，天下之大，哪里是我存身之所。对，硬着头皮往前走，身上无衣，腹内无食，还得吆喝着啊，看报纸啊，嗯，看新闻呐，哦，郭德纲又打人了。哎呵，打两回了，这
你不是又打人了？卖新闻就得说瞎话，知道吗？这是瞎话啊！哎呀，卖报纸啊，谁会买我的报纸啊？一步一走啊，这眼泪在眼圈里边横着，这太难受，太难受了。谁能买呀？有打前边过来一个女孩，跟我走一对脸儿，手里拿了一束玫瑰花。嘿，我认为她买不了我的报纸。怎么呢？你想，报纸上写着今天2月15号。哦，昨天情人节，2月15号走在街上还拿着玫瑰花的人，说明昨天没回家。你呀、饿死都不多，知道吗？什么时候了还有这心肠？您这叫观察生活哦，注意观察。又往前走，停下一辆车，下来四个人，穿西装打领带，梳大背头。哦，先生你好，我们是为濒危物种募捐的。哦，请您给我们100块钱。哦，我眼泪都下来了。列位，在我这儿100块钱就是濒危物种。对呀，有日子没见过了。又往前走，有人扑通摔到我跟前儿了，哟，把他扶起来一瞧，衣衫褴褛啊，兄弟你怎么了？哎，我是一个农民工。哦，我打工一年了，老板把钱带走了，我2天没吃饭了，饿，穷人可怜穷人。您还可怜？一听这话，我眼泪都下来了。哎，他2天没吃饭了，是要不然我就给他吃吧。朕饿死在我的面前，你先，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你先不说，我给他吃哪一边的？行了啊，他也未见得就吃流食。现在什么话？这叫不是？您这是怎么意思？有一种食品叫烤白薯，有啊，有叫山芋的，有叫红薯的，有叫地瓜的啊。是，我知道。哎，烤完了吃，我打家带了2块放在衣服里面了。干嘛该放这儿啊？为了是保温。我想是不是给他一块？哎，你以为呢？你看，我以为土豆呢。啊，多危险 啊！就是，给他吃吗？行行行，就说就完了呗。掏出一块，真给了，赶紧吃吧。你给我，你怎么？我还有。行行行行，别嘚瑟了。他吃了，我说找到你们老板的下落了吗？啊，知道了，我今天一定会见到他。哦，在哪儿啊？科尔沁草原。嚯，快走，别耽误道。哎，对，赶紧走吧。他走了，我也饿了。哦，要不然？哎呀，行行行，该吃就吃了。掏出来刚要吃，身背后来辆摩托车，嘟，到我跟前儿，开车的小子一把就给抢走了啊！车子扬长而去。哟，我都愣了啊！他到前边掉头又回来了，这干嘛？车到我跟前儿，我还以为手机呢。哎，这嗨，我还以为咬着硅胶了呢。这个。什么意思？您甭打听了，现在都不用硅胶了。是啊，那是用什么了？白薯。他走了，我眼泪是真下来了。嗯，人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意思呀？啊，我死了吧。嗯，掏出来钢笔准备自杀。哎，你先等会儿，钢笔怎么自杀呀？把生命线划断。这嗨，缺德不缺德呀？你这一点儿都不疼，这多新鲜呢！你跟谁玩呢？这是我正在纠结身背后啊，于谦来了。你怎么知道是我来了？因为一边走路一边哼唱着昆曲。哎，我喜欢这个。我们是同学发小，一起长大的好弟兄。嗯，家里有钱，从小听昆曲长大的，有身份。一听那嗓子就是你。怎么呢？大姑娘美了，这个大姑娘浪，大姑娘走，我进了青纱帐。这是昆曲吗？这个啊，我把脸转过去没敢看你。这干嘛呀？声音停了。嗯，转到我跟前来，于谦看了看我。哦，我一猜就是我父亲。哦，你为什么？不像话，我管你叫父亲。昨
从小在一个学校玩、啊、小朋友们在一起做游戏。哦，咱们玩什么呀？得，咱们玩这娶媳妇儿吧。啊，他演这大少爷，最漂亮的女孩呢演新娘子。哦，他说我长得比较寒碜，让我演这个老父亲。他、哦、其实本意就是为了糟践人。哦，我糟践谁就管谁叫爸爸呀？有这么糟践人的吗？我说你看错人了，不认，不能，你就是。哎，我认准了，我这才抬头看看你，嗯、悲从中来，难受。你果然是有钱人呐、啊？怎么呢？穿着一身浅白色的蕾丝西装，我这得拆多少裤衩才改一个呀？蕾丝西装，鼻子底下戴着一个半斤左右黄金的环儿。我刚耕完地过来的，有一个眼睛抠了，安了一个南非的粉钻，这不是糟践吗？站在我跟前儿，嗯，我眼花缭乱呢，啊、嗯，儿子你挺好的呀，就别叫这个了，不是外号吗？啊，这时候你怎么回事你？啊，就怕碰见自己人，是，哎呦。眼泪哗哗的把自个儿的经历全说了。哦，我现在没有钱活不了了。是，你听完也很难过啊，眼珠子就下来了啊。啊，眼珠子，这是粉钻的，哎，冲下来的这啊，赶紧拿起来，噗噗噗，哎，又安上啊，哎，就耗个干净啊。不是没钱吗、嗯、我给你开支票。支票，左手打开支票本，嗯，右手从屁股后面，这是拔出一杆金笔来，我甩甩上面的血。你说的有点恶心。废话，金笔在屁股上插着呀。有钱人的服装有很多的袋子啊，在你这个衣服这个裤子口袋旁边有一个窟窿眼儿啊、哦，那干嘛？哎，顺着眼儿把这笔插进去，还是插屁股里去了？不是，就是插在衣服里。哎，行了，你净想好事儿、啊。这什么好事儿？这是、啊？哎呀，这俩钱花的啊！辞了。嗯，支票递给我。嗯，把这笔又插回去，又插回去了，真方便倒是啊！我一看这支票。嗯，你没签字？嗯，嗨，嚯、啊，又插回去了。没有日期。好，行了，我这过瘾呢，是怎么着？我支票上写着200万。哟嚯，我的天哪！啊，这是给我的吗？就是。你看我呆住了，你以为我嫌少啊？把这粉钻K下来了，嗯，哈，给了一手钻石，一手支票，我都傻了，不敢。你很开心啊？嗯，好，再见啊！哎哎，嗨嗨，我在撞墙上，撞不了墙啊！一只眼净剩原地转圈了。哎，好，走不了直线。打这儿起，过上好日子，念谁的好？念谁？您啊！我给钱。一跪一见，交情乃现。哦，一死一生，乃见交情。这句话怎么说？还得举个例子。您说，您就不是刚才那个大阔少爷于谦了？那我是。您是一个优秀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哦，啊，非常了不起。下午4:30从家里出来，嗯，和几个同行一起打麻将牌，哦，玩一玩。哟，这一玩就到了早上的7:40了，玩了一宿啊，夸推了最后一把牌，你愣了，嗯，坏了，怎么了？昨天出来是因为儿子发高烧，啊，我去买药。嗨，我怎么会忘了？这事儿能忘吗？满脸上写满了内疚。那肯定是。赶紧回家。嗯，到家一推门，嗯，媳妇儿抱着孩子，嗯，你还知道回来呀？生气了。这儿，哎哎，关上门，不好意思，站在这儿，满脸写满了内疚。能不内疚？我，你别说话了。嗯，啊，你这心里还有这个家吗？嗯，孩子发高烧72度。我儿子都快能沏茶了，这个。你一宿没回来呀？啊，你说你到底干嘛去了？还有，谁在你脸上写了这么多的内疚？真写一脸内疚啊！这什么人？这是玩牌没带钱啊？人家赢了，在脸上给你写内疚，内疚。嗨，什么主意？弄一脸名人字画回来啊！别提这个。媳妇说了，日子就到这儿了。嗯，
这是离婚协议。哟，你看完签个字给我打电话，我带孩子回娘家了，走了，拉着箱子抱着孩子扬长而去。嗨，你都傻了啊，说不出话来了。站在水池子这儿看看自个儿的脸，别看了，内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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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了吧，先把名人字画洗了吧，早就该这样。洗完了坐在这儿，拿过这离婚协议来，不错眼珠看了40分钟啊，难受，不认字。废话，不认字看那么长时间，又撂在这儿了啊，困得都不行了啊，一宿没睡啊，啊，躺下睡觉吧，睡吧。再睁眼晚上11点了，又睡了一天。坐起来，屋里很昏暗，孩子不在，媳妇儿不在，心里边觉得很压抑。有打家里出来也没有目的，顺着马路往前就走，闲溜达溜达有1个钟头，11点多也累了，坐在马路牙子上，坐这儿呆呆的看着来往的车辆，掏出一支烟来抽烟。什么事儿都没有，划火柴。我这瘾太大了吧，这瘾。这抽3根就得肺癌了。烟了。太上瘾了，这个弄一嘴烟沫子，又掏出一根来，还抽。咱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这怎么了？来了一辆粉色的法拉利，哦，粉色，敞篷，哦，就停在你跟前了。啊，开车的是一女的。哦，28、9岁，好岁，4个字的评语，嗯，美艳无双，漂亮。看看你，王先生吗？王先生，别抽了，可以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叫可以是？女的点点头，啊，这是，这赶紧站起来，嗯，哎呦，好好，弄这一身土啊，蹬蹬衣服，开门上车。哦，这车开走了，1个钟头，进了一个别墅区。哦，很大的一个独栋别墅的大院子。哎，进来之后院儿都是树，正当中有一独栋的5层楼，5层呢。哎呀，1层这是一个下沉式的游泳池。嘿，这女的在前面走，嗯，她在后边。啊，你等会儿，我这要取经去是怎么着？挑着担子呢，这夹着烟卷呢。啊，咱烟卷干嘛？别抽了，进来吧。啊，进来了，跟着往上走。嗯，5层，呵，1层往层往上走了3层这儿。嗯，楼梯这儿站着一小女孩，这是4岁上下，小孩特别可爱，长得像个娃娃似的。嗯，妈妈你回来了。哦，这个是谁啊？嗯，这个叫叔叔，叔叔，叔叔好。哎，好，啊，行了，闺女，回屋吧。啊，回屋吧。啊。叔叔和妈妈上楼上啊，嗯啊，关上门，跟女的前面，她好吧？还这模样？推开卧室，这卧室跟这屋一边大，这么大卧室，跟这体育馆那么大，呵，正当中摆了一双人床，这是要让我拍片子吧？净想好事。废话，他这么大卧室中间摆一床，他让你拍你就说亚麻得。说这也没用啊，怎么意思啊？就是有钱人嘛，正当着一双人床。啊啊 啊， 啊，就这么远啊。啊，那个角是窗户。哦，旁边挨着洗手间，你打这儿 zoom 过去就到那头了，跑过去。你吃了神奇小饼干？没听说过。到那边看啊，还推开窗户，哇，下边游泳池嘛，哦，新鲜，他哪见过这个呀？嗯嗯，新鲜啊！这女的站这边，嗯，你快洗个澡吧。洗澡？你那嘎吱窝都小茴香味儿的。什么呀？至于不至于？在车上就闻见了，啊，太味儿了。你跟这儿洗，嗯，脱衣一丝不挂。哦，光着进浴池。嗯，3楼是那小姑娘自个儿的房间。说孩子呢？孩子正玩娃娃，电话响了。哦，接电话，喂，你是谁呀？嗯，对过说了，闺女，
你还没睡觉呢？啊，我没睡觉呢，爸爸干嘛呢？你妈呢？我妈跟一个叔叔在楼上卧室呢。哎，男的愣半天。嗯，闺女上楼道喊一声去，你就说爸爸回来了，别挂电话啊。哎，电话搁边上，孩子上楼道，爸爸回来了。嗨，你是刚洗完澡？是啊。又打那屋出来，正甩着水呢。哎，我狗啊是怎么着？甩什么水？甩啊！一听这，哟，你老公回来了。嗯，这女的，不知怎么会回来呢？就说这可怎么好啊？啊，你这哎，没事，瞧我的。嗯，下边是那个刚才看那个游泳池，游泳池，瞧我的，怎么了？一抬脚，嗯，踩在窗台上，往外窜，蹭，唰，这是小鹰展翅，干嘛呀？从小就是学校游泳队的队长，哎，我会这游泳特别好，是，可惜呀，嗯，冬天，不是冬天怎么了？没水呀，干池子呀。踩着窗台往上一窜，啊，这个高度就相当于6层楼，还窜上，再往下走，嗯，游泳池下沉似的，哎，你算上下就得合8层楼，至于吗？有打上面脑袋冲下，粉粉碎，你是不是特过瘾呢？你，你想那女的趴着窗户往下看，啊，崩了一脸的鞋，嚯，崩5层上去，摔死了啊！小姑娘回屋拿电话，我说完了，嗯，哦，那个叔叔怎么样了？叔叔摔死在游泳池了。那是游泳池啊，咱家哪有游泳池啊？嗯，哎呦，对不起孩子，打错了。嘿嘿，我死得太冤了。这个这找吧，嗯，从你这堆血肉里边翻出身份证来了，就他没碎啊。一瞧，哦，好，于谦，旁边电话本写着我，打电话叫我去，哦，跟警察会合了，料理后事，拿着抚恤金给你父亲送去。你去送信啊？你爸爸97，就是一独生儿子。哎呀，我一进门，哎呦，我眼泪都下来了。嗯，老头一个人跟屋正打麻将牌呢。啊，你先去，一个人怎么打麻将牌？连连看。这嗨，太没事儿干了这。哎，老爷子跟您说个事儿，啊，于谦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摔死了。说吧。这是人家赔那个200块钱，你看，嗯，啊，我就值200块钱。老头看看啊，留一张，还一张啊。啊？怎么还还一张？不能讹人啊。这叫讹人呢。哎，打这儿起，我照顾你父亲。嗯，哦，这叫什么呀？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啊，哦！就这么建立起来。真正讲究的，穿房过屋，妻子不避。这么着，您再说说这句。哎，我没法说了，因为你跟我之间不过这个，没有这交情。哎，这到这个程度，那是跟好的一个人一样。那咱们捡一个人，那也只有说今天咱们这主持人了。谁？刚才大伙都看的啊。啊，四方大脸这主持人，这是我们的师弟。他叫侯震，对，相声前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是侯震，嗯，啊，嗯，待会儿让他上来，咱们再聊啊。嗯，这个事儿可以说侯震跟你之间发生的。那他跟我好，因为他们两个人第一是发小，嗯，从小长起来；第二是亲师兄弟。对了，俩人有这个交情，嗯，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可以说是于谦和侯震之间的故事。拿他举例子，再拿你换一个身份。我是什么？不是说相声的了，我是做生意的于谦大老板。大老板，我做买卖。你签了一单生意，哦，是美国人的一个生意。什么生意呢？多少人去都没签下来，你到那儿就签下来了。咱人缘好，这个买卖可不小。您说说，东海岸到西海岸之间挖一道隧道。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挖隧道，这活让我给接下来。你到那儿就签下来了，这太荣幸了。这个啊哈啊，签完之后啊，嗯，你跟你父亲爷俩扛着铁锹走。这东海岸到西海岸，我们爷俩打拿铁锹挖过去，一个在东海岸，一个在西海岸，对头，爷俩对头挖啊。美国人说了，嗯，只要爷俩一碰面啊，就按一条隧道结账。是啊。结果没碰面，你看看，美国人按2条隧道结的账，我们爷俩都挖通了2条，过去了。那是美国人太讲义气了。嗯，给完钱爷俩了不得了啊，当间一匹，哦，这是你的，那是你父亲的，分了。你父亲就了不了啊？哎呦，有这么些钱，是老头很开心。对，晚上跟马路边坐着抽烟，嗯，来辆粉色的法拉利，嗯，王先生吗？你爸爸说可以，是行了。你这女的贼上我们家了是怎么着？
啊，就说这个意思吧。说我，你爸爸怎么着，咱不管啊。于谦就了不得了，我呢，就剩吃喝玩乐了啊，就花钱吧，花钱造呗啊。可是老这么花钱就没意思了。是，有一天突然想起来了，嗯，哎呀，我到现在还没个媳妇呢，我没结婚呢，这么些个钱，我得找个媳妇啊。对呀、啊，那得找好的了。是啊，闻听人言，在温哥华有一个世界选美大赛，温哥华，您坐车就去了，去，你也不认识啊。到了温哥华，就听汽车里说话，说温哥华到了，有下车的，请出示车月票。公交车通温哥华吗？这个就好比说到了吧，啊，就到了就完。当地有一个体育场，啊，这么大，可跟我那卧室一边大。前面搭一台，好，底下都是沙发座，沙发一排一排，越有钱越往前面坐。那是你坐第一排正当中那个座，我这个座叫你这是 VIP 中 P。呵，我怎么那么臭啊这座？全世界各地的富商都来了，集中排排坐。哦，你正当中坐好了，掏出一根烟来。哎，我还抽呢。哎，打这儿开始 啊，一波一波往台上上美女。哦，这展示上来之后，穿得很漂亮，画得很漂亮。那是才艺展示吧？哦，才艺。这个往这儿一站，哦，啊，刘大哥讲话离台也偏，河南的。哎，这又下去了，啊，又上了一个二八佳人啊，巧梳妆啊，东北的。又上了一个巧儿我自幼儿啊，河北。这上温哥华干嘛去？这个。保定就干了这点事儿，就在保定没有这么大的园子。嗨，就说这事儿就完。简短结束，一个一个过美女啊，你跟着看着不行，不行，不行，看不上。你万没想到有人看上你了。谁呀？就在二楼这儿有一包厢啊，包厢里边坐着一帮人，可不是一般人。他们是？这是一个有名有身份的人。谁呀？啊，这是一个公主。哦，来自非洲的阿依土鳖公主。不过也不在墙缝里待着了啊。公主坐正当中，嗯，两边宫娥才女太监随从吧，啊，都站好围着公主。啊，那是公主看来看去就看见你了。哦，是啊。哎，伸手一指你，问旁边的工作人员，他说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什么乱七八糟，这公主什么味儿啊？这是啊，刚学普通话吗？哎，太念。旁边人说，嗯，殿下，啊，那个这是来自中国的大企业家有钱人，叫于谦。是是。公主点点头，嗯，又一指说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就没听懂压根儿。哎，说这句话，啊，简短截说是爱上了你了哟啊，找人一说和，这个亲事就成了。哎，公主为了你抛开了一切，随你到北京结婚过日子，真豁得出去。你也对得起公主啊。我呢在前门那儿啊租了一间平房，嗯，两个人要开始幸福的生活。我这太差劲了吧，我这怎么呢跟人租一间平房。对呀，你是这么想的啊，你不知道公主到底怎么样，你想跟她好好的谈一谈，处一处，哦，如果成功的话再给她买大房子，先尝试一下。这个鸡贼的心态啊。哦，嗯，在前门外八大胡同附近啊租了一间平房。哎，这个平房十平米，十平米啊，太小了。哎，屋里边有一个十平米的床，那就是地面高出一块来。这个亲友们都来祝贺，喝完了酒亲朋好友都走了，啊，两口子把鞋拖在院里上炕睡觉。哎，对，屋里连鞋都搁不下了啊。刚关上门列位怎么样，侯也来了。哦，侯震来了。前文书咱们说了，侯震对最好的朋友到了，我们有交情。啪啪啪一砸门，嗯，像话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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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口头语。侯爷嘴碎啊，是啊，把门打开，结婚你不告诉我，没通知。公主乐了，一指侯爷，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他就会这么一句。公主那家教是保定的，嗯，就这味儿。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别说了，你赶紧介绍，咱们自己人，他跟我是一样的。对，公主点头，嗯，上炕，关灯睡觉。没听说过，一样的也不能上炕。哎，好就好在这儿，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哦，就说的是这侯爷把鞋拖到院里上炕，仨人关上门关上灯，啊，睡觉。这你脸冲这边墙，公主脸冲这边墙，侯爷躺正当中。对，呵，太别扭，他搁中间。侯爷说了，谁也不许胡想啊，谁要是胡思乱想，天打五雷轰碎了你。这是甭轰碎了我呀啊，这一晃就睡了仨多月。仨月，这天侯爷起床跟你商量啊，老这样可不是常事儿。真是，你找房搬家吧。啊，
把我轰出去了。你给我找间房，我搬家，这就对了。就在院子里边又租了一间平房。哦，哥俩好要求，对门住着。是是。哎呦，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哎，到后来公主给你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哦，虽然是两家人，但实际上就是一家人一样。好啊，家里有什么事都是侯爷帮着你一起跪着，有交情。有一次你出门演出去了，啊，走了一个多月，嗯，突然间回来，一回来在大门口看见儿子了，啊，儿子坐在门口哆嗦成一个了，哟，又哭又闹，显得很害怕的样子。我得问问，你不知出什么事了？是，赶紧到家里推开门一瞧，嗯，公主躺在床上一丝不挂，哎呀，浑身直哆嗦，啊，你这汗都下来了，那是，这是得了疾病了，啊，这可不行，赶快送医院。哦，打开大衣柜，嗯，发现了侯爷。他在柜子，侯爷也一丝不挂。这个于谦当时就急了，当然，姓侯的，嗯，你这样做太不对了，真是，我拿你当朋友，你拿我当什么了啊？嗯，你嫂子犯心脏病，你不送她上医院，还躲在这儿吓唬我儿子玩，这是这事儿。就是他。谢谢吧啊，这个节目叫情义谱，对，都是根据我们生活中的真事儿改编的。谁说的？哪有这么些真事儿？第一次到奥克兰来啊，好地方，新西兰啊。昨天发布会，他们说你给我写个字儿吧，我特别想写新西兰花啊。嗨，啊，后来想不合适，那倒不是，老大白菜谁要呢啊？挺高兴，现场你说好几千人，嗯，几乎都没什么人走啊。我特别的高兴，你这玩意儿，你们要不走，我也不好意思走啊。好吧，好吧，好吧啊，啊，不着急，不着急啊。大伙儿这么喜欢，我们就愿意多说一点。嗯，而且今天大伙儿你看买这花，就是还有那个小朋友刚才给买的这个米老鼠啊，这个您要不认识就别胡说。嗨嗨嗨嗨，这是烤蜡啊。嗨，这个蜡笔小新不是。哎啊，来就来吧，买的票了都花了钱了，您这再买东西买花就不合适。当然如果真要买的话呢，尽量就给于老师买就行。干嘛给我买啊？你看一说给于老师买走了一人。嗯，嗨，啊，阿姨您是真不爱看他是吧？没事没事没事，走您的走您的。你看不好意思了，哎呀，不好意思，没事没事，你看走走快。哎嗨，没听说，没事，真没事，真没事的。阿姨上洗手间，上洗手间啊，没事没事，跟您开玩笑呢，开玩笑，我看谁敢走。哎嚯，上洗手间，这是圆满成功哟。废话，谁上厕所不得圆满成功？是的啊，挺好，你好几千人，你是才走了一个是吧？嗯，这我会记住你的。嗯，哎嗨，啊，这估计是买礼物去了。别想好事，我相信他会回来的。嗯，那个送礼物的话，真送谦儿哥。怎么了？什么都别给我啊！我没有爱好，什么都不要。哦，谦儿哥还行。嗯啊，吃喝嫖嫖。嗯，他不赌钱，不赌钱。嗯，那是，我就过都搁在嫖上了。人闹啊！那个，其实于老师是我们后台了不起的人。为什么呢？是个科学家。我要改科学家。你要送礼的话，送个充电器啊，剃须刀啊，小电器，谦儿哥是最开心的了。小电器，德云社后台第一个用苹果手机就是他啊。德刚，你瞧我这个啊，苹果手机，那不是早一键划开，看见了吗？嗯，这通讯录、视频、音频，嗯，啊，飞行模式啊，哎，有，嗯，我神经病啊，是的，我这么试这飞行模式。摔得粉粉碎，那还不碎？拿个塑料兜，拿勺蒯进来，太碎了这也。提着到专卖店，嗯，一进门，哟，于老师，认识，真好，哟，喜欢听您的相声。您看，认不出来。墨粉，墨粉，不是，我是飞行模式来着，可成功，可成功了。怎么看出来？这个修还是够呛。您等会儿吧，找我们经理。嗯，找头。后边经理出来了，二十来岁一个姑娘。嗯，长得别提多好看了啊，又漂亮，特别好看。哎呀，谦儿哥喜欢您啊，很难得您。你都愣着。我试试飞行模式来着。
别丢人现眼了。可成功可成功了啊！谁说的？那您留下吧。嗯，我们商量商量吧。嗯，明天下午四点多您再来好吗？嗯，转天下午四点又去了，去女孩等着他呢。嗯，那个您这摔的实在太碎了。嗯，外壳给您换了一个，机芯呢还凑合能使、哦。您先用着，也不要钱了。反正要是不好，您再来。对，这一递手机，嗯，谦儿哥一接手机，觉得不对劲、哦。怎么了？电话底下藏了一个纸条。哟，再看这女的眼睛好像会说话似的。嗯，拿着这个，嗯嗯，谦儿哥一接这个，什么模样啊？我干嘛这么大表情啊？我就好分出俩人来嘛。啊。嗯嗯嗯，哎呀哈，要咬人我这是。女孩说：“您回去再看。”啊，哎呀呀呀，就出去就完了。跑出来了，嗯，找一旮旯，手机揣好了，把这纸条打开了。写的什么呀？我很喜欢你。哦，啊，嗯，这是我的手机号码。啊，如果您方便的时候，随时给我打。哟，怎么了？汗的哗哗的，啊，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那是，这是后台的正人君子，没错。跟女孩说话都脸红，真是。儿子都不是他的，对，谁说的？这能不是吗？但是这是人生中第一场艳遇啊，这叫艳遇。哎呀，怎么办？是想了半天，罢了。怎么？人不三俗枉少年，这哪有这么句话呀？找一个酒店开房哦，真要开房，找一个五星级的快捷酒店哦。你先等会儿，那快捷酒店怎么还五星级呀？快捷酒店的名字叫五星级，哎，太缺德了这名字。冲进大堂，把身份证扔在柜台上，开房。干嘛那么横啊？我要跟女粉丝睡觉。哎，这快要最好的房。这别嚷，多少钱？是多少钱？48。哎呀呵，也没去什么好地方。掏出50块钱扔柜台上啊，找钱。行了，要脸不要脸呢？还拿着找了这钱，揣好了，嗯，拿钥匙，拿脸盆，拖鞋，暖壶，走。好家伙，这都自己带着的。地下三层，好嘛，住地印子里头了。下来了，去黑呀，没灯，有一个灯泡，嗯，大小跟酸枣似的。好嘛，找来找去，找到自个儿这间房了，嗯，放下盆，放下拖鞋，放下暖壶，拿钥匙攥着锁头，捅着眼儿，还这锁呢，开开了，嗯，扑啦啦啦啦啦，这是蝙蝠，嚯，我进了鬼屋了，这是。拿盆暖壶拖鞋进来啊，推门关好了，坐在这儿掏手机，哎，啊，看看纸条，给他发。哎，我是于谦，我很想你，哦，请马上到五星级快捷酒店地下三层，门口有蝙蝠这屋找我。太好了，找不着了，一摁发出去，群发啊，这错误也发。我的天哪，啊，我都干了些什么？是啊，我这会发到谁那儿去？没谱，谁会给我回信呢？啊，我哎回来了。哎，谁呀，啊？对门邻居一个大姐。说什么？老公在家，明天行吗？什么乱七八糟的，又回来了。这个家里的保姆谁？死鬼才想起我来。这不挨着又回来了。这个你表嫂，他说这就到。嚯，急性子又回来了。这是说相声的侯震，他说什么？师哥，我喜欢你好多年了。哎，去。后来啊，哎，行了行了，您这还上下本的这么说，我可爱说这个。我说于谦，我打这能说到你死。哎，这能说到后天。哎，后天我就死啊。反正于老师的故事在我们这儿太多了，多的都不能再多了，哎，啊，挺好啊。这个谦哥跟我们算是发小吧。哎，对，打小就在一块儿。是打小我剃光头，嗯，他留小辫儿，嗯啊，我系个那个屁股帘儿，他扎口罩，嗯，都一块料子改的，是怎么着？就一块长大的吧。嗯，包括在学员班学相声时，我们也在一起，我老爱跟他斗，嗯，尤其是上厕所的时候，小孩嘛，小小子们就是爱胡斗淘气，他上厕所我也跟着，谦哥站着撒尿，嗯，我在后边，哎嗨，太淘气，裤子给扒了，嗯，啊，他不理我们，比我们大几岁，是尿完了想。是不是有人把我裤子扒了？
我傻小子是怎么着？他也不急，也不骂人，也不打人。要打人，有一回就服了。啊，他特别可爱，脾气好。去，又尿上了。你听，哗，哎，对，又来了。半天，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还问呢？哎，当然天长日久了也不行。哎，连着有些日子，后来找老师去了。嗯，您说说郭德纲，我一撒尿就扒我裤子。就是。老师找我，你再敢这儿请家长。啊，小孩就怕这个。对。啊，记住了，从今往后不许再把人家裤子扒下来了。对，啊，不让就不让呗。啊，但是上厕所还愿意跟着。啊，还跟着。他站着，哗，我赶紧过去了。你还敢？还提上了，还不如扒下来呢。这个，你为什么爱扒他裤子呢？啊，因为他小的时候不爱穿裤衩儿。这什么毛病？他跟那个王子那个一样。哎，好，现穿，啊，就是内裤啊，裤衩不穿。嗯，就光屁股穿条裤子。回家之后一说，他妈也说你也是，人家能不扒你裤子吗？嗯，都知道你不穿裤衩，穿什么？穿裤衩有什么好处？哎呦嚯，又干净又暖和。对了，你看他不信，后来穿上了，穿上裤衩自个儿纳闷，穿裤衩怎么又有干净又暖和？真 是、啊，到学校了，肚子疼想接手去，嗯，奔厕所脱裤子，他只习惯脱裤子，他可不习惯脱短裤，没穿过啊，外裤一脱蹲那儿就方便，方便完了站起来一系一回头，哟。什么？真干净啊！啊，这儿干净啊！什么都没有。废话。到教室一坐，哎，啊，真暖和。好，接下来请欣赏相声《双打抱》，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好，谢谢啊！于老师接令，我不知道接令是什么配。到这会儿我特别踏实，怎么呢？外边打雷下雨，咱我水平就这样，不爱听就出去。那不走就证明我很好。咱在高峰说相声，我一直担心。嗯，我说相声哪有这么大岁数啊？还要拿雷劈的。说的多好，是不错。高峰、栾云平，哎，栾云平。是我徒弟，嗯，高峰是我师弟，兄妹啊。小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在学员班一边大吃，嗯啊，谦儿哥，我高峰，我们仨一班，哎，同学，我大四岁，对，竟然也一个班。您这意思，我蹲了四年半，是吗？挺好啊，嗯，让他们休息休息，嗯，我们俩上来跟大伙儿聊，尽量多聊一会儿吧，啊，是不是啊？但是十分钟之后要收下一场的票去，这是我少数人性了。现在干买卖是越来越好干。谢谢大伙儿的鼓励支持啊！说相声，其实说句良心话，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行业。哦，我老说这就是个手艺，是剃头啊，修脚啊，当个总统啊，说个相声，哦，不是一回事，都是一样，挣钱养家呗。对不对啊？谦哥也是，啊，上有90岁的老母，下有3岁的弟弟，是吧？我，你们家繁殖能力太强了，向老爷子致敬。没有您说的那样，就形容词呗，是吧？啊，形容呗，有老有小，啊，有媳妇儿，啊，有孩子，是是吧？我一提他那儿子，我就哭了。哎，你哭什么呀？儿子太可爱，是挺好的，真好。每个人的儿子得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还有什么不一样的？有的是开瓶子盖赠的，这得喝多少啤酒啊？有的是交电话费送的，哦，有的是下载来的，网上。唯独您这也是大伙儿帮忙。哎，这不用，要孩子还要大伙儿帮忙干嘛？我们劝呐。劝什么呀？二哥，您都这个岁数了啊？哎，要孩子趁早。哦，要不然这以后说实在的，你岁数大了，弄孩子累。那倒是，这就是我们大伙帮忙，别想太多，劝是不是？谁能跟您起这个歹心呢？不行，那是尊敬，不光是跟您，包括跟嫂夫人都是如此。应该这样，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这是老话。两口子感情多好，嗯，无论到哪儿都手拉手，
你看，谦儿哥啊，进超市已经好了，一进来，去，随便拿，别让他们抓住啊！你偷人家去了那，感情好，太不能拿人。无论在哪儿一吃饭，这桌不管有多大领导啊，于老师先给老子拉一遍。好，这是绅士风度，坐。哎，有地，坐地下了是吧？坐这儿啊，停车场。这媳妇儿先拉车门，这也是我的事儿。你来啊，记住了。存车场瞧见一个男的主动拉车门，只有两个结果。哪两个结果？一，这个车是新的。哦。二，这个娘们儿是新的。还得有一个是新的。因为什么呢？啊，两口子的感情，说句良心话啊，我真认为你们上辈子就是两口子。我这是缘分，让人觉得不好。那些年我们还没翻折呢，谦儿哥省吃俭用，给他媳妇买辆桑塔纳。桑塔纳，现在您觉得桑塔纳这什么就十几年前二十年啊？那会儿他还做工汽车蹬自行车呢，是这样，省吃俭用，这点钱给媳妇买桑塔纳，真不容易。就这个还觉得对不起他呢。哦，哎呀，不行，还得买好车，还得换，又存钱，买了半辆奔驰。怎么还半辆半辆的？就是那个车祸报废的了，那咣一怼，就全车人都死了。这丧气了，车头还能用？那有什么用啊？买回来，车头是奔驰啊，车尾拼的桑塔纳，还一车。他媳妇儿天天的开着这辆奔桑，这名儿就好不了这个。那都是撞的，哎，是得撞的，挺好。我也羡慕，他早说啊。不是，老子，哎，不说捧你，怎么样？真的，哎，老子，刘荣，啊，别提这个，还叫这名儿？不说捧你啊，你们两口子感情真好，我们有基础，老子很骄傲啊。我告诉你，兄弟，怎么样？两口子就是个缘分，对，我跟谦儿我们不容易，是前世的五百次回眸，哦，来换来今生的无痛人流。这什么话？我记得有这么句名言吗？您学错了，不是这么说是吧？啊，对啊，反正两口子感情好啊。这个是他们家的民风，啥的呀？他们家哪一辈儿啊？你看，哎，不管是老的、小的，啊、哪怕出了五福的啊，亲戚们每家感情都好，都那么好，忠厚传家久，这就是家风，就是人家传统的老太太家呀。是啊，他父亲嗯。可能有人不太了解啊，谦儿哥的父亲呢？你拍你自个儿干嘛？你说我爸，你拍你自个儿干嘛？你没意思。那你别瞎这么说。他父亲，咣！你们赶紧，你哪儿这么大毛病？你有吧？你形容一大句，没大劲儿。那不用。要不你晃你晃，我晃要干嘛？不，咱都不晃啊。可不是不晃 啊。他爸不晃。你没这么说话的。他父亲，他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人呐，人人真好，那是好。老爷子做生意大买人家，对，大买卖小买卖都干。哦，你看到这日子头，我就想他爸爸您行事不容易。怎么呢？老头原来卖粽子，哦，还卖过这五月节，累着呢，手累着呢，那是自个儿包粽子卖，这苦着呢。那站在街上，哎呦，饿着肚子，那还不吃，守着这粽子。哎呀，肚子咕噜咕噜响，没人买，哭，哎呦，哎呀，哎，有问的，怎么了，大爷？卖不出去，买卖不好干，对，就只能卖了钱吃饭了。瞧你妈，吃俩粽子，臭的，饿死都不做这个。做买卖容易吗？哪有那么坑人呢？一步一步缺德熬到后来。缺德熬到这后来说干这个不容易，卖粽子呢，也是能发财啊。是啊，是不是？后来做买卖，卖水果，搞鲜货，做生意挺好的，列位。对，他爸爸那会儿，南国北调，南国北调。你看他爸爸年轻那会儿，北京能吃水果哪那么方便？是啊，北京过去幽烟之地，五寒塞北。对，这地儿哪要吃水果？来颗白菜就给皇上进贡了，真是。想吃点水果没有？哦，南方这天暖和，水果好。好，什么叫荔枝啊？嘿，哎，哪叫什么木瓜呀？嗯，杨桃啊，这类水果，南果北调，运到这儿来，他爸爸就高了。有这个，这东西你在那儿
买香蕉一块钱一棵树的，哎，至于不是都没人吃啊，弄到这儿了那都不一样，那就稀罕了。他爸爸卖的最好的是杨梅，是啊，哎呀，杨梅才最好的，去了树包了，分季节，哎，别卖别人，摘下给我运北京，都啥要？他爸爸那发财了，哦，北京专门找大仓库，嚯、哦，就存这些个杨梅，嗯，他爸爸有外号，他叫杨梅大仓。啊我爸听着有点恶心，不是大仓库，杨梅大仓库，您说清楚了，这大仓库，要不因为这个啊，不因为这个，说句良心话啊，嗯，家里边不会这么幸福、啊，那挣钱了，那关键就是，啊，你父亲这边，你父亲你祖父买这个，你姥爷什么那边，你是干这个，哦，他们都是一个行的，同行，哦，哎，这才有机会后来接触你母亲认识，是因为做生意。啊，这有缘的。他姥爷也是卖水果的，是姓李，哦，北京一问都是啊，果子李。哎，我都没听说。我聪明，聪明还有馅儿，个儿不大。哎，行了行了，真是家里没出过北京，就怕广州人。是，你来广州人冷多。没有叫果子李的，这是杨梅大仓，啊，是果子李。当时北京卖水果的就这些个。大生意人，哦，哎，经常搞一些个水果派对什么的，还派对？那年头不叫派对啊，啊，聚会呗。哦，哎，就这个场合，你父亲认识了你母亲，好，在这个场合，哎，杨梅大仓他们家花了钱啊，请大伙吃饭。哦，那会儿讲究吃西洋菜啊，这外国菜，哎，外国菜，西菜也叫番菜。哦，嗯，人都来，都是做生意的。是，哎，你姥爷带着，你母亲他外边也进，哦，你姥爷的钱，哎，行了，拿着就。行了行了，这肉嫩，没碰上广州人不可。开心啊，吃饭聊天呗，是吧？啊，大子，瞧你爱看，好喜欢。馋了，这是不是好的？但是这新心情啊，说不能说。那是，这都是大户人家的人，真啊。鸟，哎呵，这是有啥？今天跳个舞吧。好，爸，请你妈跳舞。对。这个有人有那当年比现在还时兴，跳舞，哎，麻辣的地板，弹簧地板，哦，乐队，嗯，特意请了，哦，穿着西装在晚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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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西装唱西河呀，这是，人不懂跳舞的音乐啊，你爸跟你妈跳舞，哎，你爸高兴，不像你这什么姿势这是，我不会跳舞，这样吧啊。姑娘，你很漂亮啊！你很漂亮啊！你叫什么名字？说话呀！你怎么说话呢？怎么的？哟，攥着脖子呢！哎，攥着脖子，脖子太细了，这个。那很娇小啊！哎，哎，我爸就是广东人，感觉。这小吃肉似的。你开心吧，开心吧。能开心得了啊？打着起就熟了。啊，那是就认识啊，那会儿出去走，出出去，家里有大车啊，那会儿也有汽车，啊，北京城没有几辆，嗯，家里四匹大白马拉着车，哦，马车，哎，车把上赶上去，你爸坐上，我爸进来，哎，坐着你妈，驾，好，哗哗哗哗往前跑，哎，你妈挨着他坐着，哎，哎，怎么那么不稳呢？站着累，在这儿。是啊，车一出来，好家伙，北京城轰动了，怎么轰动？哟，这就了不得了啊！是我自己的闺女啊，别提我了，杨梅大仓弄走了，怎么那么别扭？这是街上都是人啊，爸，赶着马车，嗯，突然间，怎么着？马车停住，哦，一堆人在跟这站着，你爸爸拿手一指，人群里有一男的，嗯，跟你爸爸长得一模一样。哟，这个啊，过来，叫出来了，俩一样啊，跟照镜子似的。哎呦，你爸爸看，怎么着？这个，你母亲是不是在我们家当佣人呐？啊，坏心了，这主乐了啊。我爸爸是你们家厨子。哎，这谁呀？这什么
出来了。走吧，闺女们啊，当然这都是题外话，这压根就不应该说题外话啊，都过去了。后来两家爱好有心啊，就成亲，两眉大胖娶了伙子女的女儿。哎，别提了，挺好。一晃十年，好晃，这十年啊啊，没孩子。你先等一会儿，哎，十年没孩子，何打哪儿来啊？十年后有的，你说清楚啊！你是后来让员工给引出来的？哎，这什么呀？反正你爸爸那会儿最着急啊。那是着急。哎，像我两眉大胖，就不用自己倒号了，这就这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那是，祸害也祸害我自己啊。什么呀？这到现在我就发思无后，苦恼，我连儿子都没有啊！是啊，没有儿子，哪怕有个金班呢，这叫什么办法？哪怕来个洋白菜呢？哎呀，也没有，坐在这儿眼泪吧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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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了，一人在书房这难过。哦，窗户外边，小丫鬟瞧见了。哦。当然都这样，都是果子李他们家的，这是裴家的丫鬟，那也不能这样。扒着窗台呢。哦。然后，哦，阿姨老爷这是怎么了？阿姨老爷，阿凡提没来是吧？你爸爸就好跟丫鬟开玩笑，这无论见谁就把人衣服扒了。哎，这不，这是开玩笑似的。阿姨老爷，哎，老流氓这是。八一老爷这怎么着？怎么做都哭了？那是啊，裤子都湿了。是吗？不是，那是尿了。那是，赶紧禀报夫人。哦，到后院把你妈请出来。哦，你妈很着急啊。是，哭了。哎，这是，不是他不会自着腿走路啊？那干嘛老这么笑着？进来了，进来挨着你爸爸坐着、哦、啊。孩子，孩子怎么了？爸爸叹口气，哎，我的鹌鹑呐，鹌鹑呐，过去老爷鹌鹑一对，没听说过，老爷鹌人一对，老爷您的称呼啊，对，鹌人，哎，你的鹌人呐，哎，变了国籍了，没有啊，就叫鹌人，夫人，哎，也行，哎，夫人呐，嗯，我这心里边难过。你妈纳闷了，啊，为什么呢？对，我这心里边不是滋味。是，你要说说为什么？我不愿意提这。有这么大差距吗？他们不是，这事这么做这样的。不是，这俩人他不是说脸脸对脸那么站着，那可也不位置不一样。对啊，你爸爸是坐在地上，你妈是站桌子。这是什么什么说话姿势？这是啊。怎么回事啊？说说吧，夫人呐。啊，你来到我家十年了。哦，这十年来，你给我生下一儿。没有啊，行行行，好好说话。对，两下一女也没有。不儿不女，我要你何用啊？你妈一听，眼泪也下来了，也哭了。哟，真坑人啊！小别哥，咱不要这些乱七八糟的。啊，生气，生气也不要握手啊！这个耳朵怎么了？自打你来到高老庄这些年，高老庄，我来你家来猪八戒这些年啊，啊怎么了？你想起什么来了？是公公在世说你不生，婆婆在世说你不养，嗯、啊，不生不养是你家的德行。哟，我在娘家当姑娘可没少养过啊！什么？小花猫啊！哎，好，我妈也是大喘气啊！两口子越说越急啊！这会儿来了一劝架，谁呀、啊？我舅舅。哦，您家的人。哎呀，我的亲娘舅。哦，跟你父亲是通家之好，那是有交情。每天都上他们家来，对，给你们家帮忙干活。嗯，你们家就没有我舅舅做不到的事情。这话说的有点甚子了啊！什么叫没有你舅舅做不到的事情？什么事都得我舅舅给帮忙。哦、哎，你父亲、你母亲都拿我舅舅当自己的亲人，那就是亲人。我舅舅一得啊，又吵上了啊！
这事闹的，老爷子，老爷子，别生气啦。胡子贤兄最大不畏，嗨，哎呦，嫂子，你说你这是这得分人呐、啊，这动作就不拿当外人，那也不成啊，卖生气，哎哎，别生气，这是生气，这过瘾了，这是。行行行，有人吗？什么叫有人？没人也不成啊！哎呀，又是为了孩子的事吧？不是吗？别着急，这个玩意儿，孩子就是等时候哦，知道吗？保不齐今年就该有了。哦，再一个了，没事儿烧个香啊，许个愿呐、啊。哦，心得虔诚啊。嚯、哦，你大哥不行，没用。哦，门口那个庙我老去，我去那庙。你家门口过去有庙，嗯，叫有虚宫。有虚宫，咱不懂人家这个尿叫什么？那就是要放屁呀、啊！那个没虚宫，这后来开了就没虚宫。哎，行，不要这，我见天去啊！我又是乐了，那不管用哦，那不管用，那都是空的，那可不是空的吗？哎，真想要孩子，嗯，京西妙峰山哦，妙峰山，哎，金顶妙峰山。那儿供着碧霞元君，对，北京周边连天津、河北、嗯、山东一带都上这儿拴娃娃求子来，那儿灵啊！哎，你们得去，快到了，好啊！有春香秋香，是春香指的是四月份，哎，四月初一开始庙会，好，赶紧去，那去吧，那就去。大伙人安排一切拥应之物，由打家出来，好，就赶奔妙峰山，真去！哎，这天到了，到妙峰山这儿了，嗯，你妈上不了山。是吗？那会儿的女人这腿啊身体都不行哦，得雇一爬山虎。爬山虎就是二人抬啊。是是是，哎，那个椅子上面拴上绳子，拴上棍子，哦，抬着上山。哎，也有地儿叫滑杆，对，哎，叫一个二人抬的。嗯啊，来看看，抬着夫人上山。是啊，四个人过来，老戏，哎，日本人呢啊，抬滑杆日本有戏。这女的不胖，哎嗨，有戏啊，你妈上去了啊。一个这滑杆啊，好，好吧，回头跟你爸爸说，嗯，呆子，别磨磨蹭蹭了，说吧，我把爸叫呆子，你爸跟这说愣了，啊啊，你妈上得快，你爸这呆着，以为要取经去了啊，别呆着，没事，别呆这个小子，乐意，赶紧，你妈在前面坐滑杆儿，坐滑杆儿这还没变姿势，好了，后边你爸爸，还是客气。不是，咱这拿着香呢，拿着香，拿着香干嘛？这次烧香啊！啊，拿着香，烤的也香。拿着听说，拿着香吧。啊，往上走。嗯，这整个金顶妙峰山，什么叫佛教的、道教的、儒教的，各种庙宇都有。哦，哎，后边我舅舅扶着，来来来，上上上上。好，一直上。赶等你爸爸上了山的时候，你母亲都进了庙。哦，都已经进去了。早来俩钟头，太早了。跪着正烧香呢。哦。大和尚等着呢，是这得给香钱，那是啊，妈凑钱，嗯，没带，哦，接错了，零钱找你，不是零钱藏哪儿了？这是搁哪儿？一大把钱往上一扔，哗楞，没了。和尚高兴，嗯，鬼子连生，长命百岁。啊，敲那磬，哦，啊，女施主，贫僧给您念一个《求子金刚经》。好。阿里阿弥巴比 Q， 什么玩意儿？啊，他们在烤肉。对，快点！草场成就，镇济江塘，白出前程，上江浙万，汉下海中扬声号，快滔滔孽子招面不行半分好，世人不把你多年忘在世上走一遭，接着送月亮，和尚划着船来的。头一天来到鬼呀那鬼门关，来到了鬼门关，来到鬼门，哎，哭儿连连，哎，哭了喂，哭了。
山多挂了几挂几几挂，中秋更个发，不叫小母女儿打紧闹。你我好比鸳鸯什么玩意儿？行了行了行了，您这串了这。反正你母亲听得很开心。哎，怎么跟这跳啊？挺高兴啊，挺高兴，哎，也能听了啊。你妈打怀里掏出一红绳子来，这是要拴娃娃。庙里边有这么大的泥娃娃，对，所谓的拴娃娃就是你拿绳子套好了，嗯，这个如同是你的孩子，哎，回家之后借这个劲儿，你就有了娃娃了，图个吉利，哎，不都这样？哎，你妈打怀里，好，掏这绳子，那绳子，我没怎么说过呢，我妈太好做衣服了，这个不是真的，我你干嘛非得塞哪儿啊？找了红绳子啊。我妈打新疆来的，是要套马。哎哎，套上！一枪放他那儿，打放泥娃娃。哦，腰里拿着酒，烫着头。哎，哎他们套的还挺准。哎，老有这位。哎，套好了啊！哎，揣在怀里边。放完一扭头，你爸爸就开心了。这太晚了，走走。已经拴得娃娃了，抬走吧，抬走吧，就回去了，就往回走。嗯，到家之后有一个半月，怎么样？怀孕，真的好。呵啊啊！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大啊！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哦，生一大胖小子，真棒！就是你，这可不是我吗？聪明伶俐，可爱无比，好啊！从小人见人夸，都喜欢，喜欢他。是，就有一样，嗯，从来不称呼大人。怎么叫不称呼？哎，说话什么都会啊！啊，穿个鞋袜都行啊！什么孩子这是？多喊个爸爸妈妈。门儿也没有，这不叫人。你爸爸气的呀！啊，那是生气。后来都到七八岁了，啊，全家人聚一块儿。哦，爸爸说：“于谦儿啊，我的儿子，多解恨呢！您说这句，就咱们这句呢，您这艺术这个东西，它确实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您这玩意儿是艺术。你说我叫这么一句，管什么呀？是不是？真宗多痛快嘛，是吧？是，啊，是啊。”这小伙子就说这叙述这个事情了啊，您说于谦儿儿子，咱把这过去行不行啊？这这没意思，再说就没意思。是，您也知道没意思。你爷爷就过来了啊，孙子，非过来大辈儿是怎么的？你爷爷哥十五，嚯，这十五老头干好，真的。算了吧，别挨这儿叫了。这就问他啊，今天有事儿跟你说，啊，说吧。他那会儿刚七八岁，对呀，什么？啊，我也乐意，我真随我妈干的，长得比老太太。哎，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七八岁了，不小了啊！你什么都会说，是不是？咱家哪回打架不是你找他的？哎，你知道说什么呀？到现在你从来没叫过我们，啊，这个说不过去了。是，你看都在这儿，家里人都有，你喊一声行不行？啊，他乐了。不想，不要打身段了，我不喊，不喊。说为什么不喊呢？啊，这个我一直做梦，梦见神仙告诉我不能喊，是吧？我就喊，我嘴都开了光了。怎么呢？我一喊谁谁就死啊！一喊谁谁就死。哇！屋里人都傻了啊！都傻了，十五个爷爷傻了，也记得十五个爷爷，他母亲也傻了啊！傻的爪还没撂下来。太傻了，撂下来，不用抬下来，全屋都傻了。嗯，你爸爸聪明。哦，那厨子叫进来，厨子叫来干嘛？厨子进来了。啊，来什么事儿？是，这样别动。哦，于谦，我的儿子，别他俩是要的。来，喊厨子。啊，咱先撂下再喊行不行？这样，你问他，厨子，厨子。这事儿一口鲜血，胖就死那儿，真死一位，屋人都傻了。那是啊，你爸爸傻了。把管家叫进来，还得叫一位。管家，喊他。管家，一位。接二连三啊，花匠啊，策把式，嚯，全来了，一个一个。灭了门，灭了门。屋里边都很安静。
啊，这石景林不喊不喊，我们走了。哎，对，压根儿就不应该来这十几个。你爸爸看着你，眼泪都下来了。命里无儿莫强求啊！我这是图什么虚的呀？说的是，好歹为了你啊，为了操了心，费了力。嗯，你喊一声吧，真要喊，叫一声爹，我今儿死了我也认头了。瞧，发了狠了，你气得很尴尬啊！哎呦，尤其我舅舅在旁边特别紧张。哎，你笑什么？点儿不能喊，哎就不，有他什么事要拦着？拦不动啊！啊，不喊，别喊，别喊，不喊啊！爸爸要这样喊，这样喊，叫一声爹，嗯，他也知道。叫，那会儿小啊，是是，五足六星，我的爹。就是喊完之后啊，没声儿，没事儿，你爸爸没声儿，你少来这套。我爸爸没事，你舅舅死了。